内蒙古呼伦贝尔根河市西郊湖畔最近出现了一幅奇景，这是一个硕大的冰盘，直径大约是10公尺长，而且冰盘呢还会不停的逆时针转圈圈。而在黑龙江省漠河市一处大湖也出现了罕见的冰冻气泡景观，透过晶莹剔透的冰面，可以看到一串串洁白的气泡分布在冰层之中，相当的神秘又美丽。放眼望去，内蒙古呼伦贝尔根河市西郊湖畔出现一个硕大冰盘，直径约10公尺长，神秘又奇特，令大批民众争抢目睹这幅冬日限定美景。这次看到的这么大的一块冰盘，还真的就是第一次。它是一种由冰形成的圆盘，神奇的是，这种冰盘一旦出现，还会在水中缓慢旋转，一刻不停。专家解释，冰盘现象只在非常寒冷且有不冻河的地区才会出现，缓慢流动的河水形成漩涡，让一些冰跟冰层分离，然后随水流旋转，冰圈内的冰块不断旋转黏膜，才形成这幅奇景。而黑龙江省漠河市这处大湖也出现罕见冰冻气泡景观，透过晶莹剔透的冰面，可以看见一串串洁白气泡分布在冰层中，宛如一串串珍珠，令人大呼惊奇。湖中冰冻气泡产生的原因是湖中有机物质经过长期沉淀于湖底，产生甲烷气体，这种气体不溶于水，如果在上升过程中遇到了冰封期冰冻，就会冻结成各种各样的气泡。镜头再转向内蒙古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，在被皑皑白雪覆盖的峡谷中出现翠绿河流蜿蜒其中。目前因为当地气温寒冷，只剩3处河段没有冰封，白雪山林中流着翡翠河水，如此冬日美景令人屏息。文搜编译。